林县的，还有嘉义县市的，还有来自咱台南县的。来，今晚要来介绍咱台南县的美女吼。好，欢迎到咱的小燕姿，一首歌曲了，刚关切我妈熊在的话瞧嘞。来介绍这一首歌曲叫做《不要离开》，不要离开，听你阿爸归乡，刚关切我叫给他。在外靠朋友，就是安尼，未出外就是爱咱这朋友，大家斗相听啦。啊，今仔日有咱会长哦，见恁啊，甲咱听笑。啊，搁有咱所有赞助者，见恁啊，甲咱捧场。啊，爱个，所以讲今仔日的查某囡仔特别挑选的。即摆介绍这个台南来辣妹吼，我无爱搁甲伊讲话，因为这个今仔日炸功夫要来甲顶十招嘞。你白讲，顶十招，哎呦，气死人啦，唔搞就无法度啦。为什么别人我拢无这个要求，敢若这个才有？因为这个太厉害嘞，太牛嘞。这个吼，若拄到阿文，拢一定害头啊。因为吼，阿文叫爱顶十招啦，不是讲看你无顺眼，你安尼就错误啦，你安尼就不对了。因为呢，今仔日来到到咱虎尾德兴宫区啊，恭祝到咱的中原大圣地普渡宫啊，这个寿诞千秋啦。咱来到这爱有心意无？爱认真无？爱诚心无？有诚心诚意吼，咱的这个吼，安尼中原大圣地普渡宫保佑你吼，会当有真侪生意安尼啦。因为恁家嘛有在做这个也做吼，咧卖寿桃寿面啦，有迄个钢管吉普车啦，啊，搁有吼这个舞台车啦，啊，搁有足侪生意啦。啊，你一个人要画足侪生意吼，安尼足无用的。啊，恁今仔日来到这，恁也做较认真咧，对无？普渡宫就保佑你生意。做袂起，安尼干唔好呀？袂歹，安尼好无？十招爱做无？爱跳无？哎，时阵娘娘音乐无去，袂使阁讲无，甲拍破一个。来，十全十美的辣妹，哟呼！嘿嘿嘿嘿，笑！哟哟哟！
鱼，台南县的水果牛啊，您注意甲看哦，主持人报你看，免等十招你哦。啊啦，你算命，你算袂准啦。来，详细看，拢爱高难度的哈，哎，你有著名班的是无遵守啊。注意看，来，第一招。一支手，因我甲海因安尼吼，即、這个无同款的姿势，变化不断的姿势，第一招分落去了，我来，第二招，电到头仔进大财，注意看详细看，认真甲算看卖啊了，来，水果牛啊，哎呦，细粒子啊，细粒子，功夫真水，即、這个叫做。杨姐啊，你知无？辣嘿！好，下了第三招。喂，我刚才你有这姿势，你敢知影？我刚才，你若无这个姿势，我若讲无遵守啊，你敢知影？第三招，你知？好来，第四招准备啊！我跟你说，明明我们若无吼头拄地是无准绳的啊！哇！一、水、顶顶顶到头仔，有水无甲拍好啊哩，甲拍好啊哩。第四招，过来。袂歹啦。
情哦，之前甲我较刁多，之前无减肥的时阵哦，六月甲同在，你不是无？是吧？是吧？对。感谢，感谢，来。